开台啦，开台啦，十点半又要睇得歌，听到嘛？听到嘛？听音画面有冇问题啊？我而家同你解释下点解会稍微迟咗啲咧，就系咁嘅。因为咧，我咁啱咧，我发现咧，我房入边嗰盏灯咧坏咗啊！嗰盏电灯啊，即系黑咪啊嘛。咁於是乎咧，我就換燈膽啦。我而家咧換完燈膽之後咧，好唔舒服。點解呢？因為咧，我平時咧，我啊中意用黃燈膽兼且暗啲。因為我屋企人咧，我媽咧就好鬼憎佢，成日入嚟我間房咧就狂鬧喎。即係每次我開咗燈就話：哎呀，呢間房啊黑咪嘛，咩啊暗沉沉，都唔舒服，好黑人憎。即系我每次都话我喺间房耐啲啊，定系你喺间房耐啲啊？我又觉得好辛苦啊！一见到成个白赖晒嘅细狗啊，觉得劲残眼，好唔舒服啊！一成个周身唔聚财，啊咩白灯先好？点解啊？好唔舒服啊！点解你哋咁中意白灯？我好，我喺一个视觉效果上系好核突啫喎吓？点解啊？要有良好视力，跟住我 Nike 黄灯瞓觉要黄，啊咩白灯好啊，光亮啲，好多人我发现你哋原来是白灯支持者喎、啊，我而家咧系唔止白，仲系好光残残，好辛苦啊！又话我都中意 warm 舒服啲，即系黄灯系嘛？你中意我啊？你系黄灯派定白灯派？粉坛都话 Nike 黄灯，好辛苦啊！哎，我好，我成个人都好似跌咗入二次元空间咁样咯。不过总之系唔好意思先，因为搞呢个灯 ，sorry， 因为换灯啊，又搵个灯胆出嚟啊，叽哩卡啦啊，所以就迟咗少少啊。我哋继续开始先，再讲。喂，海能哥，沙织小姐啲嘢点啊？都顺利啊！佢而家做紧红牌阿姑，帮我喺度探听紧啲消息。好，咁啊，你目前冇事啊嘛？哦，系咁嘅。喂，阿龙，你有嘢做啦？有咩 job 做啊？呢件案都好急，即刻去第三公园，咩事啊？到咗你又明嘅，过嚟先啦。哦，咩好紧急？永远就系咁样，呢啲电视剧啊，嗰啲咁样紧急越紧急嘅嘢，唔该你讲清楚啦。唔系你叫我去劈友，你都俾我立定支架生佢先得噶，系嘛？呀咩冇上回讲到？上回讲到咧就系咩咧？上回讲到就系叫阿红牌阿姑记唔记得啊？嗰个沙织啊，嗰位沙织小姐，你律师楼嗰个唔洗头嗰条女，咁咧点就入咗个夜总会度做，逼佢落去卖火坑？点解啊？因为咧。有一條友，即係嗰間藥廠啊，咩醫治腦退化症，有一個人咧咪死咗，你記唔記得啊？咪有個光頭星，你哋話咩 Doctor X 啊，即係好似 X Man 嗰條友啊，你記唔記得有個富豪啊，曾經咧派咗個商業間諜落去想整冧間藥廠噶嘛，係嘛？咁啊點知嗰條友咧入去即係做咗一陣商業間諜之後咧就賣咗鹹鴨蛋去啊！咁佢賣鹹鴨蛋之前咧就去咗嫖妓，就去咗呢間夜總會嗰度。咁佢思疑咧呢個夜總會啲小姐可能會知道嗰啲信息啦。咁啊，但係你又唔即係你冇喺嗰間鋪頭做，你點知咁多咧？咁啊，於是乎咧就揾咗阿沙姐。啊，混入去做红牌阿姑，咁啊，八下入边啲小姐混熟咗啦，咁啊，睇下会唔会知道啲线索，可以查到嗰个药厂系发生过咩事，点解会整死咗嗰位啊吓商业间谍咧？咁样，同埋嗰间药厂本来就系要执笠噶啦，都唔掂噶啦啊！而家又话开发咗脑退化药，咁啊，好可疑嘅吓，知道未？记得未？啊！有咩特过？一定有温个书洗鬼啊！超忆症，隔咗十年玩翻，我都记得我玩到边啊！我话俾你，多谢呢位HellBC 俾小旗点啊！我记得开台嗰阵时系咪有位仁兄话生日定咩？你可唔可以讲咯？似我唔记得咗咯。你话今日正日你生日，
多谢 Kelvin 82499俾嘅小旗点啊！哎，我记得又要咩？又要转？有冇人记得嗰个转阵？转阵法嗰个掣系乜鬼嘢？下掣啊，记得啊！啊，超益正呢啲啊，高手。我玩格斗 game 咧，除咗格斗 game 咧，即系你可能我嗰啲即系出嗰啲时。我啲时机会冇咁准之外，其实我嘅记性系真系超强啊！我话咁都失忆，玩咗两嘢，我已经即刻记到嗰招点揿，都仲话我失忆。系呢位叫做烈忍良嘅兄弟生日，系咪？你个名系咪同烈忍良即系启发字呢一样嘢啊？大刺客烈忍良嗰度取即系取其谐音啊，喺呢度改出嚟。好，睇下先啊，第三公园点啊？海腾哥 ，OK， 捻唔系粗口咩？捻手小财，边个话捻系粗口？你自己谂咩就系、是、啊？呢、這个存在吓，呢、啊這个系喺你自己个心态点？欸可唔可以摆出波利士队长嘅 pose 啊？好，哇！喺细路仔面前暴现啊！呢啲教坏细路正宗。喂，海能哥，你黐线啊！喺僆仔面前有暴现，又话有件好急嘅嘢做。哦，系啊，好急嘅工作，委托人系咪就系我咯？阿龙，快啲解决呢个僆仔。嗯？啊？咩事啊？佢好似狗仔一样跟住我啊！话你话小朋友系狗，你系咪黐线？诶、啊，呢、這个叔叔系波利士队长啊！咩波利咩啊？你冇睇佢话波利士队长维护城市和平嘅正义英雄，系遭到邪恶组织改造嘅警官啊！即系好似蒙面超人喎、啊，佢个设定系好似 R X 呢个细路咧，差啲俾黑道佬走咗，出手救咗佢之后咧，就变成咁啦。多谢 Hell B C 俾嘅小旗点啊！佢话我阿仔星傲系嘛，我冇睇错嘛？星傲生日啊，佢两岁，劲中意睇你，可唔可以同佢讲声生日快乐？星傲生日快乐啦！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叔叔好强嘅，一下子就将坏人击倒啦！哦，原来系咁。先至咁样，先至会将佢认为系啲特摄片英雄咩？你叔叔都唔变身，大概因为冇呢个嘅关系啦。变身器呢啲似超人迪迦啲变身器，呢、這个系攞住呢个，然后咧，青字波利士队长。喂，呢、這个根本系无面超人咯，佢系轻线。你哋有冇睇而家新嗰啲拉打？摆出呢个动作就可以变成波利士队长噶啦！你都摆咗啦，又唔见你变。哦，原来系咁啊，海腾哥，咁你咪做下啦。点解啊？正义英雄海腾正字，海腾哥好型。弟弟，你叫咩名啊？光临右界，今年5岁。你爹哋呢？爹哋平时都喺呢个时间收工嘅，所以我嚟接佢。哇！你接爹哋收工咁威啊！你跑嚟神失丁咧，接爹哋嘅时候遇到一班坏蛋啊！哎呀，佢哋问爹哋喺边度，我仲差啲咧俾人捉走啊！啊！黑社会揾佢爹哋，点解要捉走个细路咧？鬼知咩？但唔快啲嘅话，佢爹哋应该都会俾黑社会夹咗噶啦。讲得又系，而家当务之急咧，都系快啲揾佢老豆。就系咁啊，拜托你啦，阿龙。唉，委托我会帮手，不过咧我需要佢爹哋嘅情报。有街，爹哋生成点啊？你知唔知佢嘅吓样啊、特征嘅体型啊？你应该话你觉请觉出啊！一个仔我系唔知佢爹哋嘅长相特征咩？黐线！知啊，佢着灰色衫，眼细细，头发短短。好，我去揾下佢啦。系啦，海能哥呢个细路争啲俾人拉走喺边度啊？甲鱼大街。好啦，我知道啦，我过去睇睇先。诶，叔叔，摆出波利士队长嘅姿势啊！阿龙，算我拜托你，快啲揾出嚟啊！好，趁海腾哥嘅耐性仲未磨完之前，快啲揾佢爹哋。
有位啊，哇！有位兄弟就话达哥，听日签字结婚啊，咁啊祝你新婚快乐啊！哇，听日中秋好日啦、啊，中秋节啊，人月两团圆啊，佳节就结婚咁啊好啦，以后周年结婚纪念日咧好易记。阿林志贤生日快乐啊！喂，经文同文你乜乜乜，唉，即系又叫我去打嗰条友啊嘛，嗰、那个咩金，唔使理佢。好啦，继续，我哋而家就要揾嗰个小朋友啊。其实咧，我一路都觉得呢一个 game 咧，我觉得其实佢个铺排咧，即系佢点样安排你玩呢啲，即系主线任又好啊，跟住支线任又好啊。其实佢系分配得真系相对地咧系。即系有一个铺排，即系唔会觉得你好啊！你挂住做咗支线做做下，有时咧你以前玩人中咧，你玩玩下啊，做咗十几个支线，我玩主线玩到边啊？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佢我觉得佢咁样梅花间竹穿插咧，恰到好处，可能哥你打得都几激喎，黐孖筋好。又有猫啊，睇准备啊，猫啊，喵喵 ，Nicoca。嗱、这、呢个咧就系整得唔好嘅地方，每次都喺度揾猫，好烦，窒住到个气。唔系话我唔中意猫，但我查紧，我好投入入咗气。我第一时间我已经唔系揾嗰个线索线啦，首先我已经喺度喵喺度听，听唔听到猫声啊？呢个唔系啊嘛？哎，有啦，左边。喵。边度啊？明明喺左，右边喎，而家又喺，好烦。冇啊。你话咩？嗰度地下边度有地下？边有咁易揾啊？会唔会喺呢啲后边啊？唉、哎，真系。居然呢个地方有猫，啊，可以专心揾咩咩攻击者嘅线索。唉、哎，呢度啊，有个铁莲花。手指虎。哥盟呢个冇办法锁定对方身份，验指模咯，啤酒樽系咪啊？棒球棍 ，Coleo 啊，就系啊老酒黑社会嘅咩？又系咩叫手指虎？手指虎我唔知啊，其实以前就系叫睇漫画啲睇嗰啲黑社会漫画嗰啲。就系、是、叫嗰个咩铁莲花咯，因为变咗搜查唔系搜查，系搵猫，仲烦过打把木铃啊！系啊系啊，讲得好好啊吓。不过打把木铃烦啲啊，你完全咧系喺个范围大到黐线喺迷宫嗰度，呢个猫都会喺度叫下你啊，大佬又范围缩窄啲，打把木铃成个 map 啊！如果你揾漏咗，你兜劲远去揾，真系黐线。咁啊，嗰阵时已经噏到劲长，咩打靶，咩木灵子，乜乜乜啊，送佢翻屋企，已经噏到劲。后尾成个画面都系啊，闹到佢嗰啲字幕啊，你有冇印象？好。有话喺东京附近，多谢呢位秋名山车神嘅兄弟俾嘅小旗点。喺东京附近兄弟有机会带大哥去食 takoyaki 就系章鱼烧系嘛？多谢呢位烧 job， 佢喺 Tako House your family， did they back to healthy， 慢慢安复紧咯。而家都多谢关心，而家仲系要观察下时间先，都未话完全好翻晒，但系逐渐恢复。呢、這个嘴唔系勾人。可以话好似嗰个咩 Edge 咁样啊，嗰、那个睇下先啊，我哋认真揾一揾，因为揾到听朝嘅呢个，其实呢一个我都觉得系唔好睇嘅一个部分。作为观众你喺度睇啊，有啲咩咧？嗱，呢啲招牌又唔系啊，呢、這个又唔系啊，嗱，
跟住呢啲啤酒樽又唔系啦，跟住啱啱揾咗嗰个铁莲花啤酒樽，巴士站系咪啊？正契弟，好啦，呢、這个左边一路沿住搜索啦。有咩去学一招 search 会教到你啊？冇得学啊 ，sorry， 下次喺呢度闪啊闪啊，唔系，巧我以为真系有嘢闪。啤酒箱下面有包纸巾，哇！真系鬼知咩，大佬？啤酒箱下面有啲嘢，攞嚟睇下先。有把 M 吉，呢个系用过嘅随身面纸，唔小心跌入去啤酒箱入边，夹咗张广告。都系贵你啊！道上借贷公司好似高利贷。你尾嚟同道上嘅同音，即系讲你黑社会啊，的确就系联想去高利贷，似乎系线索。黐线，有咩咁肯定？可能系咁啱啫。好啦，嚟啦，点啊？喂，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附近便利店买便当？呢个僆仔喊咗啊，饿到喊啊，好嘈啊！诶，点解我哋自己买咪得咯？你要带呢个僆仔行去街度买，俾人见到，人哋会点谂啊？一系就话拐带，一系私生子，我估系咁咯。所以咪要拜托你啦，唔该你。好，系啊。呀咩？不过打巴木灵有奖，揾猫有冇奖？好似有嗰啲 SP 啊，咩揾齐有咩奖杯，巴拉巴拉之类。啱啱有人已经打告知咩打巴木灵回家的路啦。告知木嘴回啊木嘴木契贱种木灵傻仔回家的路，买几包烟先啦，唔使讲咁多。高级烤肉便当咩便当啊？买埋寿司啊，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学乖咗个招嘢先，咩震动？第六感啊，蜘蛛感应。OK，get 仲有六千几点啊？睇下有啲咩可以学先。咩啊？走好，多谢呢位 Mary Beth 嘅小奇点啊！德国朋友死瓜，你雪红今日生日。今日咁多人生日嘅，雪红生日快乐啦，恭喜你啊！孤高嘅美食家，哎呢啲咁平啊，学咗佢先啦。好，這個呢个咧平衡，好，有点啊磨晒佢先啊，就咁。呢下咩？升多啲特殊，收到。因为我见特殊好少发挥嘅战斗，咪懒啦吓，学咯。开锁佬咩啊？无声破坏者、隐形人、跟踪目标咧，好易跟甩。就咁啊，唔搞住。啊、有街头都好好啊！呢个波模仿叔叔嘅动作真系越投越顺啊！系咪啊？只要掌握啲小技巧，好简单嘅咧。有咩喺度咁喺度卖弄亲情做咩？突然间潮流兴父子啊！即系继 God of War 之后，全部都要加呢啲啊！喂，海能哥，喂，阿龙点啊？你仲问，梗系便当啦，唔系你叫我买咩？哦，系，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攞俾我啊？边个俾佢？攞个高级烤肉定呢啲幕内诶 cheap 嘢啊？幕内便当。哦，唔好意思啊，俾右界食啊。话说啦，海能哥有冇听过道上借贷公司啊？呢包随身纸巾咧，掉咗喺细路差啲俾人碌啊拐走嘅地方。道上冇听过喎，连海能哥都唔知道。透过呢间公司同黑社会有关系，老子都系老百姓嚟嘅啫。而家你讲咩啊？不过连海腾哥都唔知道，真系伤脑筋。道上借贷公司我知啊，佢哋成日嚟屋企啊。吓，
真系噶。系啊，爸爸话咧，佢哋系叫做黑社会嘅邪恶组织，唔可以跟佢哋行噶。哦，睇嚟讲啱啦，佢哋同黑社会挂钩。死啦！喺黑社会度揾佢老豆，话唔定一早捉咗佢老豆。冇错，问题系佢哋事务所喺边？阿龙麻烦你调查，继续照顾呢个僆仔。哦，佢交俾你哋。叔叔，我哋继续玩啦，掉波啦。好啊，嚟挥洒汗水啊！虽然海腾哥一路抱怨，但感觉好识照顾人，好型海腾。好，即刻又揾啦，天下一番大街。又话个细路喊紧咧，系啊，跟住玩啦咩掉波波咁啊，而家咪冇喊咯，天下一番大街。阿威啊，大哥，如果当年你当年用贵利方式借2000蚊俾2000蚊兄弟买电视，一直计佢息，佢会唔会永世唔还，定反而快啲还？梗系你冇用啦，话俾你听，要还你一早还啦，你越跌，我话俾你听嗰个问题系咩呢？我以前都分享过一单嘢嘅，就系话啦，即系咧，曾几何时我有个老师啊，人哋一唔记得交功课咧，佢就叫你罚抄，因为罚抄个名堂叫咩抄10次8次，好似嗰只孙耀威嗰首歌咩知不知每晚想你10次8次，即系懒系好幽默噶咩？咩10次8次啊？结论咧，其实个答案就系咩抄18次，系咪几系咪极度幼稚咧？咁 anyway， 佢抄18次，咁我 friend 紫花有一次冇带功课，跟住咧就罚抄啦，跟住第二日又冇带，36次，之后佢已经知道绝咗望，即刻唔抄。咩？因为个老师咧仲系咁啊，串佢诶，边个又冇咧？已经唔知几多百万次，最后佢一次都冇抄，完全赖皮，就系冇事。喂，呢度要点搞啊？佢又话喺呢度借贷，咪楼上呢间啊，系嘛？金融咩50万？我哋可能上2楼。呢个2楼啊嘛，系咪呢度啊？边轨道系咩极上金啊？呀咩吹咩类似啊，系啊，你可以咁讲。我即系指花就系话我系唔抄啊，吹咩类似系咁。点解你擅自跑入嚟啊？哇咩事？点解呢度有条咁嘅女系发生咗咩事？等阵先，我唔鬼记得咗点样揿个相机，呢、這个失咗忆。呀，哇，佢着呢啲裙都几系嘢喎吓啊！但系个样啊麻麻地，黑口黑面，有冇踎低影啊？啊用钟咯、啊，唉，我做咩开门啊？好鬼烦，一冇用咁耐，仲依然系唉冇得用嘅呀，系嘛？那个钟系试多次啊，无人机唔俾你飞，唉。影埋呢个学生妹先啊！呢个学生妹都唔系好掂，好似老超咗零喎呢位，超咗零学生，超零学生妹啊！自拍埋先，等等。十大弱智自拍系统，因为咧佢开咗自拍，佢唔可以，佢只脚会钉。佢钉死咗定乜鬼嘢？上咗螺丝啊！做紧物理治疗定乜鬼嘢？总之佢又唔可以一自拍嘅时候，佢又咪喐入咗定啊！即系好似玩咗捉嗰啲咁样咧，又唔可以喐嘅嗰段时间。喺边啊？嗰间契弟公司唔系喺呢度咩？我记得啱啱喺嗰个。有位人喺度系咁讲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跟住系咩啊？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系嘛？富翁先生，可唔可以大家搞一下？
嗰个八神先生点啊？有冇听过咩道上啊？吓、啊，我查紧呢间嘢喎。哦，道上啊，好麻烦嘅，你听过喺边啊？诶，啲小事你大概打听下啦，我唔想扯上关系。唉，讲啦，唔好喺度收收埋埋好啦。有个条件，咩条件？拜托你啊，同京兵同文干部收数嘅。如果你周追做啲钱翻嚟，我啊帮你。啊，好急啊！既然系咁，情报费50,000俾咗钱我去查，吓、啊、要收钱啊！情报梗系唔系免费噶啦，吓、啊、今次仲要加埋黑社会，风险咁高，收你五皮嘢算数啦。我知道，我考虑下，要俾钱买情报定点咧？难咩啊？俾唔俾钱？俾你个头啊！俾你个头呀、啊！次次都冇起舞弄清影，何处在人间？点解啊？我成日系啊，呢个我盲点啊！喺边句嘅豉油街起舞弄清影啊？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前啊！喂，边嗰、那个打靶收数佬喺边啊？真系烦，我又唔想俾钱嘅，老老实实。嗰、那个契弟之前唔系有咩危险度好高？红圈，红圈，红圈系嗰间嘢喎，系有得打嗰条契弟咩？边有啊？红圈唔系啱啱就系嗰个收数公司啊嘛，佢就问到，而家系揾个收数嗰、那个赖皮王啊，呢、這个啊，呢、這个系支线人嚟啊，应该唔系，睇个样唔似赖皮。你系咩叫我俾钱？系咪一定要俾？系咪啊？我唔知喎，你要答我，我要揾啲玩过嘅兄弟，我就好火滚噶啦！要我咁样白，我帮人仲要我俾钱，我好心做紧好人，要我俾，我救紧小朋友。好，唔得就算啦，冇啊，俾啊，费事烦，推进下。难得有少少时间玩啊，打下机啊，冇就算数，照俾啊！咩出钱出力，冇人好似我咁冇人，又系咩俾啊俾七头对上就系俾，我成日听过呢句说话。我记得揾到打完两个差佢钱嘅友，就会有情报。有人玩过，睇下先。但系冇喎，我唔知点解而家嗰啲俾钱佬消失晒，唔知黐咗种掣。啱啱 message 唔系有一个叫我打咩？有冇得问佢啊？点样睇手机 message？ 金先生，话佢消失咗啊！嗰个契弟，你要等佢先有得打。咁等唔等？唔等啦，唉，算啦算啦，好俾你。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哋就係落，即係我哋好人好到咁样。有啊，俾完钱之后再打呢个老板一身。我做善事呢个契弟咁贱格，我帮緊細路，你仲收我五皮嘢之后揼佢。啊，得俾啦，俾咪俾咯，贱人。咩？我去调查一下，咁快查到牛油组啊，太平大街东侧啊，详细地点唔知啊，哦，都唔知系咪真嘅啲情啊？又系咩 NGO 都要收入？问题佢呢啲根本系衰格啦，大佬，佢本身都系开放数公司啊，佢根本唔系咩 NGO。放數公司你都稱呼為 NGO 唔係話大佬嚇慈善組織啊？你覺得佢係全 game 最勁工具？爭啲唔記得咗呢個神器咩？撳曬 L2 可以咧唔出極嘅，你就可以咁樣一嘢咁樣揈。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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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知唔知伊斯兰？我喺中东嘅时候啊，伊斯兰嘅法律嚟讲咩？银行啊，借钱啊，你收息都已经系罪嘅。根据宗教，佢哋叫 haram 啊，系好严重啊！收取利息已经系一个好唔不君子嘅行为，好大罪嘅，你知唔知啊？啊啊咩？我都放过2000蚊数，我借俾佢，我冇收息嘅。我冇收到息喎，大佬啊！你知唔知啊？我系冇嗰条友系咩帮佢做嘢，系收取酬劳呢条友啊？咩搵呢个咩牛油组？啊？诶，点啊？牛油组就喺呢个附近。跟住落嚟先系问题，唔知道事务所确切嘅位置。嗯嗯，呢个举止可疑嘅男人同右界讲嘅爸爸特征好似，过去倾下偈先。好，喂，老友，鬼鬼祟祟喺度做咩啊？好啦，冲入去啦。呢位先生，可唔可以打搅你一阵？唔好打我啊！你个死黑社会，将右界还翻俾我。喂，你误会啦，我咪黑社会。诶、欸，系喎，咁靓仔，我以为你肯定系人哋讲一句啊，顺我以为你肯定系拉走右界嗰啲人。既然识右界，你应该系佢老豆啦。系我个江南慎太郎，即刻报晒全袋啊！黐线，我系八神侦探，我同事救咗你个仔啊，而家照顾紧佢。哇、啊，右界冇事啊，真系好啦。点解黑社会会睇中你啊？因为我借咗钱，佢哋好早咧开始逼我还债。喂，欠债还钱，天公地道噶喎。咁但系点会吓？点解会搞到要拉埋细路小朋友？好似想老走右界，藉此威胁我。一切都系为咗抢走我张六合彩。咁多宝啊！听日中秋咁多宝啊！你中硬嘅，冇错。其实我已经中咗中秋咁多宝。嗰啲人想攞咗我张金多宝咧去还债，所以一路抢走佢。喂，你中咗就应该还钱啦，大佬，好合理喎。顺带一问啦，今期中秋金多宝系几多啊？5000万，5000万。但我借嘅先系100万左右，佢哋居然咧要我将个彩券交出去。我拒绝之后，佢哋又打嚟威胁我，唔交出彩券咧，你个仔系冇命。嗱，呢件事咧，我已经觉得系一件极度弱智嘅事情。首先佢中咗5000万，唔理佢有冇心还钱都好，你即刻带埋你个仔走啦！你都知道啊呢件事啊，系嘛？5000万是但玩请啊，俾几球嘢啊，某某大佬啊，直接代都搞掂啦，傻猪！呢、這个组唔啱啊，你咪过去隔篱组喂，呢条友喺度黐线啊，你帮我怼咗佢啦，咁已经搞掂啦。再者即刻拍拍啰柚飞去外国啦，傻猪 B。啊！翻到嚟啊，发现右家唔喺度，好惊俾佢老走，跟住咪跑嚟佢事务所，原来系咁。喂，咁将六合彩飞喺边咧？抱歉，我不能告诉你。啊，都啱嘅，系啊。请问右家而家喺边度？右家，你而家俾咗六合彩飞我，你咪知道右家喺边啦。右家喺附近嘅公园，我带你过去，请跟我嚟。5000万 yen 啫，可以飞去外国做咩？做咩都得啦，起码唔会俾人老走个仔先啦。右界你喺边啊？海腾哥咩事啊？我先去咗厕所一阵，右界人唔见咗。你讲咩啊？有冇见到咩可疑人士？冇睇到啊。不过听到尖叫声，应该唔会系佢可能俾人老走咗。右界都系我嘅责任。呢、這个时候咧，我第一件事我会怀疑呢个木串系咪扯紧猫尾啊，大佬。有人讲话咩右界问路抱歉，我不能告诉你，系啊，应该咁样讲法。呢个号码系喂
有解，你冇嘢嘛？系咪老走佢嘅人打嚟嘅？哦，唔系，我知道啦。你哋唔好对右界喐手。江林先生，对方讲咗啲咩？佢话如果要将右界还俾你嘅话，就带住中奖嘅六合彩飞金多宝去冠军街啊后巷，仲要我唔准报警，将佢当成人质，可恶！咁样就唔可以贸然行动，要谂个出其不意嘅方法，点做好呢？阿龙，我有个 idea 啊，你都要一齐做戏。海腾哥打算做咩？冇问题噶嘛，笑得咁奸。如果情况不妙嘅话，我哋会优先保护人质安全。一个素未谋面、啱啱萍水相逢嘅人，你敢唔敢将个仔交俾呢两个咁嘅谋你啊？又俾一齐去厕所啊嘛，系啊嘛，你话讲得好好啊，呢位兄弟讲，即系海腾哥就应该要跟嗰个，一早就带个小朋友入去嗰个厕所啊嘛，系嘛？点解咁样？等住咧，右界佢即刻救你。好啦，睇下点样。右界，爹哋。你冇报警噶嘛？哦，冇。好啊，将张六合彩飞交出嚟。唔系话你个宝贝仔受伤嘅话，吓冇用噶。啊，爹哋都同我讲咗，黑道叔叔都系邪恶组织嘅人，波利士队长一定会救我，将你哋通通打低。喂，你噏乜啊？鬼知咩？啊！波利士队长，你真系嚟咗啊！过去四全部都冇做我护啊！唔好沮丧啊，海腾哥仲有机会噶。喂，你哋想做咩啊？我屙尿啊！啊，挨埋嚟，少咗俾屙落去啊！喂，我哋倾紧大事啊，醉酒佬同我拉埋喺耳边。咩话？呢个系你屋企人嘛？系嘛？我花300,000买六合彩，全部唔中，而家好心情好差。你讲咩啊？你找死啊，契弟！咁样咧，扮成嘅心情唔好嘅流民咧，就可以自自然然靠近佢哋。即系啲安排未免太乱嚟，但系海腾哥，我会呢个死醉酒佬同我怼冧佢。好，阿爸好容易泄愤，佢攞你哋所有人嚟血祭。上啊，波利士队长！咁儿戏，啱啱唔系攞把刀扛住个小朋友嘅咩？黐孖筋，而家咁样，哇！打捉过去，一嘢咬落去，哇！死仔包。哇！点解出唔到啊？白痴招，杨慈想出极，但系出咗啲傻嘅招，系咪想？系咪？哇！我又系咩？我系我而家系黐咗种掣，点解我出唔到极？咁啊，知道咩事干？好。爆啊！先讲啦，契弟，一气啊，合击技哇，一嘢升咗上去，硬啊，来回地狱又折返啊，真系。好，要破防先可以出极收到。好强啊！好犀利啊！真系波利士队长啊！一日打死黑社会。你系边个啊？我哋唔系大人物，只系咁啱路过嘅。诶，正义嘅同伴啊！吔屎啊！今日真系多谢你啊！我救出右界固然好啦，咁我将金多宝 OK 嘛？我将金多宝有架，可唔可以借下变身警棍咧？好啊，
真系黐孖筋。如果你真系收位喺度，你真系玩完。好，叮叮，即刻抢过去。我、哦、居然收位喺度啊！我估你一定会去屋企度抄，所以咧塞咗埋喺右界啲玩具度。黑社会一定估唔到，将六合彩飞喺右界度。叔叔，啊，你系咪会变身俾我睇啊？喵啊，又要，因为叔叔就系本尊嘛，你将坏人打低。海腾哥，五朝早嘅话，佢唔会放你走。但系拜托你啊，叔叔。唉，第一次机会嘅啫。我青字，我嚟是队长。点点点点点，有麻瓜呢个人个样好似上气嗰个主，好似生气。哇，好型啊，本尊好型啊，系啊。哎呀欸、叔叔，我大个仔之后都要变成好似你一样咁有型嘅男人。啊！你想变成型嘅男人啊？然后我都要同叔叔一齐打坏嗰啲邪恶嘅黑社会啊！咩话黑社会？我海腾哥打黑社会啊！又介呢个傻仔，千祈唔好变成好似我咁嘅大人吓？点解啊？一齐战斗啊嘛！因为一啲缘故，我冇办法同你一齐对抗黑社会。点解啊？叔叔明明系波利士队长。呢层啊，我从今日开始隐退。吓？点解啊？原因仲使讲咩？因为揾到好好嘅继承人。啊？你今日冇喊出嚟，真系好勇敢。你一定可以成为好好嘅正义英雄。系咪真噶？你比我更适合做英雄，所以你要成为好犀利嘅大人啊！啊，我会加油噶啦！海腾哥成为咗右界嘅英雄，真系太好啦！他的小姐仲未联络，而家要去边度蒲好呢？去劇场前广场嘅摊位睇下啦！好，我到而家都未睇，未有时间睇生痴。啊！我想睇梁朝伟，但系未有时间。啊！又话好似英雄本色，我冇做大佬好耐啦。呢句嘢系阿边个讲啊？嗰、那个叫做咩啊？狄龙讲噶嘛？嗱咩？我冇做大佬好耐噶啦，阿 Sir， 阿 Sir， 我冇做大佬好耐啦。喂，呢个契弟咩咩试咩学咩咩计划啊嘛？你记唔记得啊？佢哋话要搞咩快餐店企划？之前有总公司 report 咗顺利采用咗八神先生嘅提案。嗱、不过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冇办法决定合作对象，搵唔到愿意同我哋合作嘅敌对汉堡店。哦，好难搵啊！系啊，好头痛。如果有好嘅合作对象，都想同佢提议，帮佢斗埋佢份量。有冇人睇《羊具》啊？呢排最多人睇嘅戏系《声》，系咪《声刺》啊？喂，死仔包，哇，扣咁多，黐孖筋，食药屎啊！哇，黐孖筋，一就兜落去。要攞啲兵器先，唔系会死。攞唔攞最强兵器？我部仲有冇单车啊？啊！单车在手，天下罕有啊！哇！狂啊！爆先！点解呢个好似有 boss 咁嘅人？兜啊！死仔包！哇！
喂，死仔咁鬼错，喂饮嘢喺我面前，喺我面前饮水，差人都警车嚟，哇！我就嚟打完佢先至系咁样，喂，嚼埋佢先啦。点啊？喂，咩感叹啊？呢度最屘变咗第一新试点系做乜事？白痴无啦啦做咩触发咗剧情？又系你啊？会唔会太死缠烂打啊？就系、是、因为你累到我冇面啊，而且唔止一次啊。咁啊，可能就咁算数啊。自業自得だろ。呢个系你自作自受。咩啊？啊，抛书包啊，四字成语。唔会啊嘛你？板木叶。咩卡西？国际我投过啦。京崩龙纹四天王，板木叶海人，佢就系你今日嘅对手啦。四天王咁嘅肥猪，个仔系咪打死佢就会请我食饭啊？无论肉拉面啊、披萨我都请，一定啊，点心都得噶，系甜品啊，系地沙度，亦得好差。蛋糕啊、布甸都得，咁咖喱都算唔算系甜品啊？无论食咩，我都俾你食到饱。你咁啊，俾佢玩咗啦，傻仔。系有得食啊，食啊，食啊，食饭啊！好，食个嘢先啦。第一件事，咩拥抱能精力饮料。呢啲有冇补血啊？补啊！食下呢啲关东煮先，饮埋饮多几支酒。好，嘴拳嘴巴先。好，醉酒女动笔，醉酒提壶力千骨，何师姑闲腰敬酒醉荡步。好，兜哇死仔包，我啲酒咁快，嗰啲效力咁快失效，咪黐线嘅，攞张胶凳哼落去啦，一嘢车落去。好，仲有冇嘢可以用啊？冇得出飞脚，是否低啦？冧啊，契弟！有冇得出啲居高临下嘅招数啊？我真系摔角冚过到嚟，可唔可以即刻出？诶、欸，得喎、啊，上去，居高临下，士气高涨，凌空飞撞，死仔啊！臭肥猪，硬噶硬噶，一嘢攞个凳啊哼爆你！契弟打魔啦，一嘢车落去，即刻怼支饮料先，好。喂啊！一张凳车爆你！哇！我都爆切啦！睇下边个劲啊！哇死仔啊！
哇，芝麻筋！顽皮啊！哇，死啊喂！好彩补咗血，一日兜断你只脚先。吔屎啊！佢哋用最强奥义，你知咩系咩啊？即刻怼走。最八仙，即刻加强攻击啊！哇！你到底有几矮争正啊？你拳头好似对我根本冇用吧？好啦，把木叶打佢一阵。啊？你做咩啊？我为咗咪打，好肚饿啊！好似要食饭啊！我以为佢急屎，原来急住食饭。你朋友好似翻咗去啦喎。好啊，想再嚟啊！我应该系我讲嘅说话。好，咩沙织应该咩又要去咩儿童公园补血？惨！啱啱都已经用干晒啲补血药啊，成成。咪烦啦！呢班废物，哇死仔包，最八仙，哎呀，最八仙呢招劲系最劲，点解咧？佢打三条友，你留意啊，硬啊，跟住最后 Virtual Fighter 顺帝嗰招一嘢撞落去。如果有个极好似力王咁一嘢打穿肥佬个肚牛咁，日本仔唔中意啊，唔得嘅，唔会俾你搞呢啲。好，系要买定嗰啲咩随身面纸呢啲唔知乜鬼嘢咧，你最好每样都留啲。因为总有无啦啦咧，可能有啲咩任务要你，最好每样都有一嚿喺手啊，咁就最好噶啦。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嗯？边个？哎呀，呢个借钱佬喺边啊？过去打镬佢先。哎，直接打添啊！希望够抽啊！诶，嚟啊，勒索哥！哇，我得咁少血唔系嘛？黐孖筋咩啊？能提升 SP 嘅药，食咗呢啲咩饭团先？哇，补极少啊，黐孖筋！咩井川屋肉包系咪咁好食嘅？其实死仔包，硬啊！星龙拳硬啊！黐孖筋，我硬食唔到佢喎。低 B 啊，玩完啦。呢个先啦，低能到冇人有。食药啊，契弟。
能量飲料點樣 set 做咩 hot key 啊？即刻車落去先講，佢都就香噶啦，契弟。即使啊，單車之勁。屈死仔！黐孖筋避开咗，系咁样即刻还拖，同你硬碰啦，契弟，起身啦，贱人，佢啲避得佢边，哇，黐孖筋，一下争啲死啊，大佬，好彩我揿得切拍呀，一嘢扫冧你啊，贱人。三角跳攻击，一打完呢啲又冇晒所有嘢，又要买个堆药。黐孖筋有冇咁劲啊？破产啊，大佬咁样买法。好。啊！打呢啲咁高攻嘅嘢，次次都要用单车啊！有位人话系啊，真啊，单车好有用。苦落佢啦，或者拗一三角啊，咁样咯。你不如你要搏咯，佢爆尸你中一锤都扣好多，睇你够唔够姜。试下咯，下次。有冇加高啲防啊，大佬？提高苦乐嘅机率有冇呢啲招？食啲嘢先啦，入去。有位好似吞食天地咁戆兜嘅兄弟，听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点算啊？遇到咩麻烦啊？唔好意思帮下我。Where is the restroom？ 日常讲嗰啲都 OK。啊，睇下佢要啲咩先。佢好似问你厕所喺边啊？厕所喺店外面啊。英文系 It's outside of this cafe. Okay, thank you for the kind thoughts. 好耐冇讲英文啦，顺利解决真系好。系唔好意思，我俾冇听过单词吓亲啊。我记得洗手间应该叫 water closet 啫，咩啊？黐线，水衣柜。既然你知道单字，就代表你英文唔差。唔系啊，我系中意英文冇错，但啱啱先学，为咗学英文先嚟呢度翻工。哦，你仲系学生？系啊，大学生。话大学生嘅英文只都系咁，咪食得屎啦！希望毕业后可以去国外做嘢。仲想咧，可以实际用到英文嘅地方学习，先至咧会嚟酒店做嘢。毕竟咧喺饭店咧会遇到咧好多外国客。原来咁，咁你加油啊！多谢你啊！可唔可以请教你大名啊？八神龙之多多指教，我叫真田丰啊！多多指教，哇，好唔掂个样都有，系啊，有木村本身英文有日文口音，有口音啊，好正常、啊。我想讲啊，你美国国家啊，你唔同州咩南部北部都有口音噶啦，其实。系咪先？你要讲嘅话，得伦敦口音啲人系中意嘅嘛？啊，所以我之前都成日讲嘅啦，即系你考 IELTS， 如果你系嗰啲 Asian 嗰啲考官咧，零舍麻烦就，你啲口音点点点啊？如果你系揾啲鬼婆啊、外籍人士考官，冇乜嘢，人哋又好随和。好易好高分嘅，冇呃你。
少林棍法，砰！哇，黐孖筋！好，哎，有单车，即刻我啊掟落去。有口音表示英文熟到可以随口讲，又唔一定。即系你可以训练到自己冇口音咁，梗系好啦。但我意思呢一样嘢，并未系话，即系你学好一个语言，即系你的文化系嘛，生字系嘛，点样可以好流畅咁样吓，唔使点样用脑谂好耐，就可以即刻弹出嗰句句子啲又好。咁最后一步，咁啊，即系先系口音咯，你能够。运用一个语言啊，即系劲，即系好似你嗰啲咩何国荣咁样讲英讲广东话都有少少口音啊，咁你会唔会笑咧？诶，你讲广东话咧有我鬼佬口音嘅吓，咁你都唔会啊，系咪啊？好正常，你应该系欣赏佢，你广东话讲得几好啊！虽然你是西人，但是不错喎，咁样啊，啱唔啱先？啊？好，喂，兄弟，乐少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工作愉快，是福气健康啊！又有黑社会黑眼，呢个差佬啊，我一路等紧你翻嚟，可唔可以事务所倾倾？你又要我协助调查？你唔系话攞涡轮嚟咩？拘捕令？你讲咩啊？劝你唔好咁唔识趣啊，八神先生。即系一个污糟嘅地方，你想入嚟就入嚟啊！所以有啲咩事啊？検察内部に警方有内鬼，我觉得应该系个女人，佢将某件事嘅资料咧带咗出去。嗰份资料系新药开发中心副所长喺神室町俾人打死嘅我。神室町で殴り殺されたって事件の問題。あんた、你有冇咩头绪啊？即系佢讲紧咯，以前木村嘅旧女友攞一啲资料出去啊嘛，哇喺度玩嘢，居然将搜查资料外流，真系唔可以原谅，系咪啊？令部，道官です。冇错，个个人都睇唔起警察啊！警察舐めてやがる。話ってのはそれ。你要问嘅系咪得呢啲嘢？明明警察最近应该好忙噶噃，如果冇其他事嘅话，就请你全田检察官话听日想同你倾啊。有关新谷嘅命案，如果你唔应承，我会申请全票逮捕令。将我当凶手嘅根据系搜查机密嚟，呢啲系。总之，你地检署同检察官倾下噶。如果你系清白嘅话，应该冇嘢好惊噶。如果真系攞到传票，对你嚟讲应该都好麻烦。所以你系当收到传票之前，有帮自己辩护嘅机会。多谢你嘅建议。你应该知道边个叫全田检察官嘅。如果唔知道点解被怀疑，我冇办法帮自己辩护。所以我去的话，是不是可以知道原因？不知道呢，是检察官的意思呢。我知道了，这或者是解开双方误会的好机会。明日会再联络你。
最近我成日俾个上司啊，夹住晒，冇办法行动。まるで身動きが取れねえんだよ。そうらしいな。好似系咁啊，睇开啲啦。木村喺呢套戏食咗好多烟啊，破例佢日剧都冇食咁多。もしもし。喂，八神先生。先生哦，你嗰边点啊？半年前，可能半年前陪端木先生饮酒嗰条女咧做咗朋友，收工之后咧会带佢 tender， 好厉害啊！你真系无可挑剔噶。听你的口吻就好成熟，好揸即系听打，好呢啲咩杂志有咩用啊？其实有一集嚟有冇用啊？啊，我集咗几多钱有咩用？唔知咩。得边有咁多钱去集资啊，大佬？诶、欸，中秋咧有冇食啲咩月饼啊？今年最兴系啲咩啊？今年我听人哋讲，四妹就讲话咩有啲唔知咩加热系最新潮流兴嘅，系几时突然间发明呢样嘢啊？咩加咩攞微波炉叮热佢？呢样嘢系几时发明出嚟？今年第一年定上年已经有？啊咩奶黄鱼？奶黄鱼就早几年咯。咩半岛酒店？咩加绿楼？梗系而家唔兴啦，而家唔兴啦。以前。即系本质香港人就通常就系咁样嘅，即系潮流起嗰阵时候就啊加仑楼好想要啊，好想要啊！唉，而家又唔兴啦，而家我冇见到人哋就喺度争咩加仑楼啊 ，say 个符先，啊咩流心月饼整嘢好似心太软啊！大哥今年食咩？我今年收咗好多盒月饼啊，有啲有台湾寄过嚟啊，有啲客寄过嚟，有好多啊，有唔同牌子，有咩依家咩？而家兴啲咩？而家全世界都有奶黄鱼，其实系啊，奶黄鱼咪好似奶黄包嗰啲咁样啦。一阵出个 story 啊，你哋想知道我咩月饼啊？我一阵出个 story 俾大家睇。收到啲咩？啊，展示一部分俾你睇下。啊，呢条女喎，哇，仲可以见到沙织海美嘅样子，哇，真系好似周海媚啊！你而家咁样睇，你觉唔觉啊？啊，依家影翻张相先啦，小芙蓉，小芙蓉，好，咁啊近啲。我想再拍一张近少少嘅自拍吓，诶，跟住最后就咁拍佢。嗱，我哋咧咩叫高下立见？你睇下，你一比啊，呢就呢个就真系融资族粉啊！你有冇见啊？即系好似嗰个咩唐伯周星驰咧，唐伯虎点秋香，跟住佢话，诶、欸，佢话秋香唔系好靓啫，佢话咩？你对比一下先，跟住叫晒成扎一拧头，佢就哇，真系唔同喎、啊，咁样啊？你明唔明啊？好嚟啊！沙织小姐，喂，八神啊，可唔可以占啲时间？你好啊！半年前美佳小姐陪走的客人就是这条男人是吧啊是啊。我已经确认过她陪走的对象是端木和生野。美佳小姐的确陪她们喝酒，做什么拍着下体什么事黐了线。那个人是生野先生来的。是啊，他们两个怎么啊，你觉得怎么
我第一眼的感觉就常见的上班族的上司和下属啦。希望先生会说上司的坏话，然后差役先生会用敷衍的笑容听他讲。是什么坏话呢？全部呢都是抱怨一个叫做木户的人。你知不知道 AADDC9 就是新的失智症药物。哦，知道。冇耐之前啊，电视咪成日报嘅。木户好似就系 ADDC 九开发人员入面职位最高噶。端木先生都话，木户先生系坏话系咪啊？嗯。有啲人想靠 ADDC 九赚钱，木户先生咧似乎会收佢哋礼物或者利是咁样嘅，甚至同黑社会有关系。端木先生系咁讲嘅。黑社会？意思是木户先生同黑道有关系，详情我都唔知啊，好似提到咩新药嘅利益咁样啊。总之木户先生似乎靠新药攞到好多好处，而且手段咧都唔系好光明嘅。原来系咁啊！真系佩服你仲记得端木，有冇提过美平呢样嘢？生嘢当时睇系点样？都拣边个啊？半年前的事你还记得定咩生嘢睇落去系点啊？生嘢咯，是但啦。生嘢喺铺头系点？佢冇咸湿噶。嗰条友一路望住嗰个空嘅变态佬嚟啊！而端木先生咧就成日咧，哇！即刻我都望先，佢话咩啊？镜头我咩啊？我咩啊？佢喺度趁我唔注意时候偷望啊，好核突啊！然之后两个人都好中意你个胸系咪啊？误解啊，就系咁啦。我系抱怨嘅上司同埋闷骚嘅咸湿下属嘅。但系冇耐咧，孙木先生讲咗一句咁嘅说话 ：ADC 九绝对藏住咩大问题？大问题？哎呀，就系话咩造假啊、夸张失实嗰啲咯。資料造假同藥物效果誇張失實，係啊，就係呢個啊。佢話 ADDC 九呢啲藥啊，係即係完美到呢個程度，居然一開始咧可以攞到呢啲藥，好奇怪啊！呢個就係端木真正想同生野傾嘅問題係嘛？有生野點講？佢就話咩問題都冇嘅。不过咧，端木先生听到佢讲嘅答案就好嬲啊，绝对有问题啊，咁样好激动啊，搞到大家好尴尬。端木应该都好搏命噶噃，因为佢对美平会夸下海口，要将开发中心搞冧。哦，点解你半年前仲记得呢个咸湿仔嘅？你端木先生一离开我哋铺头，即刻俾人打死啊嘛！我吓过一跳，的确。而且原本就知道 ADDC 九，因为我阿嫲咧有老人痴呆，所以我就想 ADDC 九快啲食完成。所以端木先生嘅嘢，你记得好清楚。系啊，结果知道咧，木户先生利用药嚟赚黑心钱，令我好难过。端木同山野有冇提到美平呢个名？美平系关西大型嘅包啊承包商，美平系端木系美平嘅间谍，佢想毁咗开发中心，毁咗开发中心。但系端木先生系副所长，佢个位高权重，点解要毁咗佢啊？哦，但系美平用钱收买咗佢，我对美平呢个名冇印象。好多谢你啦。已经问完啦，帮咗大忙，翻去小心啲啊！多谢你，沙織さん。家姐，听日几点会翻工啊？ごめん。唔好意思啊，我净系做埋今日嘅啫。吓？一晩だけだ。即系只有一个晚上，但系成为同平时自己完全唔同嘅我，好开心，真系好可惜啊！沙织好靓啊，仲希望你可以教我好多嘢。私が教えられることなんて。我要埋街食井水啦。でも他に力になれることは。不過有其他地方可以幫上你嘅忙嘅，以朋友嘅身份。弁護士だ。原來咧律師啊。何かトラブル。如果有啲咩問題，就通知我啊。我居然可以同律師做朋友，好型啊！超かっこいい。ありがとう。多謝你啊，拜拜。
沙織さん，大小姐辛苦你啦，帮咗好大忙。唔会，事务所咪送你，我送你翻事务所，我想同星野佢哋整理一下而家嘅线索。好啊，好。啊咩？啊明明做 G 好有天分啊！你讲诶、啊，你讲啊呢个海美啊嘛系嘛？得，周海美啊系啊，因为佢好识啊嘛。呢、這个嘢系废嘅，又系叫你揾嗰啲黑社会打呢条友好鬼烦。好，我哋行啦。啊！你阿海美应唔应该继续去做呢、這个，定系做律师？其实佢又好有天分。我最近咧识嗰个朋友咧，佢话做咩赌场，做赌场。佢话咧，你知唔知做赌场啊？做赌场啲公关，佢话你第一日翻工，你知唔知佢哋会教你啲咩？啊！我听完之后我就哇，都几高深啊！你知唔知道？即系赌场嘅 PR 第一日，你见完工之后，佢第一日会教你啲咩？有咩教咩出千咸湿嚟噶？唔系啊，冇咁癫。PR 唔使出千，出千就派牌嗰啲先要嘅啫。啊，佢 PR 系公关，即系咩为之公关？就系招呼啲 big boss， 就同佢讲话啊。诶，老板今日要咪嚟赌钱啊？我 book 嗰张赌台俾你啊，招呼佢啊，咁样啊，咁样带嗰啲贵宾厅啊，嗰啲咁样，又系咩冧下？唔系，我第一日咧，嗰啲经理咧带佢食好嘢，话即系见识啲高级场地饮饮食食先。我话点解啊？即系等佢哋过惯咗啲生活先咗啊！啊，食惯好嘢，饮惯好嘢，着又着靓嘢，系咪佢哋咧先至会知道翻唔到转头？即系一开头即刻 upgrade 晒佢啲生活上所有嘅用品先，系咪咧？你就之后咧就啊系，真系翻唔到转头喎。咁佢咪要搵钱咯？咁佢就会自己，佢又话就唔使教啦。喂，你唔需要再教佢点样啊搵钱，佢自己会谂方法，就话头醒尾，因为佢自己都好需要钱，即系洗湿咗个头啊！你明唔明？咁我一听完就真系喎，呢招真系高招啊，几危险啊！你点睇？啊，好黑暗，系啊，系啊，你可以咁讲啊！お帰りなさい。翻嚟啦！やっぱり沙織小姐真的好靓啊！女人真系恐怖啊！沙织，你以后一路咁样打扮嚟翻工都得噶喎，咁样就唔会有正常嘅客人上嚟。我去换衫先。冇啊？点解啊？好靓喎！而家点解要换衫啊？海美冇啦。即系开发中心嘅副所长一端木咧，俾人谋杀嘅。梶平の会長が睨んだ通りで、如同嘅美平会长嘅怀疑，呢一个系好有可能性。呢个系你同沙织得出嚟嘅结论啦。系啊，啲木怀疑 ADDC 九嘅论文有疑似资料造假之类。所以喺俾人杀之前，佢都有拼命调查。所以论文实际上有咩问题啊？我都读过啲论文啊，但系完全睇唔出啊，有咩问题？你都唔系医生，点去睇得出问题？你都冇脑啊，你弱智。不过网络上都冇睇到有人话呢份论文有问题。网络上系咪有咁多科学家？就算系咁嘅端木都系一啲蛛丝马迹咧，都唔系放过咁去查。如果真系俾佢发现，应该会爆出嚟，或者新锐开发中心隐瞒咗，所以凶手为咗封口先杀咗端木噶。不过真系会有人为咗保护一篇论文而杀人？点会唔会啫？嗰篇嘢可以整个假药出嚟，梗系有可能啦。自从 ADDC 九嘅论文发表以嚟，新锐开发中心同埋口卢省似乎攞几百亿嘅预算，既然关系到一大笔钱啊，死一个人有咩咁出奇？问题在于边个杀咗端木啊？
好明显就系 A， 即系嗰间药厂咯，傻猪。犯人刻意唔俾端木当场死亡，应该系一个厉害嘅高手，即系话实际动手杀人嘅，应该系职业杀手，就系嗰个着黑色雨褛嘅男人。如果系杀手，应该系雇主先系，嗰个雇主应该系想保护 ADDC 狗同新药开发中心嘅人。某人系边个呢？就凭我根本想象唔到。嗱，好似木户所长。似乎就是利用 ADC9 的光明前途赚黑心钱，端木甚至还提到他和黑社会有关。八神先生很怀疑木户，只要调查他一定有可疑之处，说不定新哥因为突然接触到新药开发中心才被木户杀了，有这个可能。不过，在如此假设之前，我想多调查下木户先。但睇下上次嘅情况，我哋已经冇办法接护木户啦。佢大人物，所以如果你唔得，就俾检方帮我哋查。呢个地检署，我哋系正要去同全田检察官见面。全田检察官唔系话要拉你嘅咩？佢仲未死心。我听日就系俾佢 call 过去，咁检方有乜可能会听我哋讲啊？你哋敌对嘅喎，咁要睇我点样同佢提议啦。如果可以顺利令检方企喺我呢边，我又可以洗清我嘅嫌疑，问题全部解决。我都谂唔明点解我有咩可以逆转到，到底点做呢？就系咩支麦乜事？咩支麦咩事啊？喂喂喂，支麦出现咗问题咩？我冇喐过啊！有咩事啊？因为有位兄弟话支麦乜事啊嘛，冇事。多谢大哥嘅小甜心俾嘅小奇点啊！而家已经打诶。好似逐渐睇出一啲端倪，睇嚟沙织小姐大显身手，冇白费啊！啊，我哋玩多一 part 就差唔多收工啦，即系时间都夜啦。听日就中秋，而家已经正式踏入中秋节啦。有人听到电流声啊？中秋节快乐啊！冇错冇错，中秋节快乐！呢一中秋节。即是今年呢，其实个中秋是更加冇气氛啦，好老实讲。即是平时中秋节啊，你喂做咩喺度挑拨，平时中秋节地即是嗰啲铁路啊、地铁啊、交通工具啊全部啊通宵。细个呢啲时候你中学生嗰啲就肯定狂玩㗎啦，出去即是玩到癫丧去 friend 屋企啊。即有啲啊喺公園流塌啊之類，咁你而家疫情關係，可能你都會照去嘅，戴口罩，但係都冇咁好玩咯，戴咗口罩冇咩 feel， 哇！戴咗口罩睇月亮都睇得唔清楚啦，有人即刻又喺度話都叫咗你哥哥，都叫咗你唔好噶啦，好痛啊！我仲记得唔知点解我觉得迪基亚扮得最正最似嘅小妹妹呢个哇，咁多人扮迪基亚扮得最有吓、啊、小妹妹嗰种感觉，唔见有啲兄弟就话唔见啲细路玩犀利光、犀利棍同犀利剑，点解荧光棒以前叫咩犀利光呢、這个名字都改得几劲？咩犀利光咧？起上嚟都好败，咩犀利光嗰一几好，而家冇啦。真心，以前系有 feel 啲嘢，中秋节成个围院啊，点下蜡烛啊，灯笼啊，成啊，科技进步啊。可能你有啲咩？诶，系咪喂猫？好，影低只猫先。好嚟啦。喵！我是玩到只猫啦，好。
哈哈哈！我话野猫唔会饿死啊嘛，讲啲嘢咁难听。仲有啊，系啊，虎斑猫 ，OK OK， 亚世界高处。喂，以前楼下真系有猜灯谜玩。其实咧，正宗嗰啲灯谜会应该点咧，就真系要摆晒啲花灯，好靓。我以前咧学校都有啲咩灯谜会，好无聊。点解冇 feel 啊？点解喺个礼堂度光层层一嚟啦，即系咁样整嗰啲烂鬼嗰啲纸咧，整得滑滑突突，啲手工纸咁啊黐个麦啊黐个灯谜就乜乜乜乜谜面系咁猜一字咁样，跟住话你估啱，你知咧就掹咗张纸过去嗰、那个。有个办事处咁嘅之类啦，同佢讲啊，答案系呢、這个系咪啊？咁诶，点解有咖喱食？有哇凉瓜咖喱饭，同比伯神嘅我做咗咖喱。如果只一般嘅咖喱好无趣，我加入咗我最中意苦瓜咖喱嘅辣味，同埋苦瓜苦味完美结合。我对呢个料理好有自信，请享用。记得话俾我听你嘅感想。富江，边个叫富江啊？吓、啊？我有冇人记得边个富江？我就系记得富江就系嗰个咩，嗰、那个拍好中意画伊藤润二嗰个咩富江。多谢呢位小小荣少爷俾嘅小奇点啊！但系讲啊，恭喜我朋友 Kelvin 同 Hanna 成功制造小生命做人父母，恭喜晒！啊，希望佢健康成长啊！富江系包租婆 ，OK。鬼记得边个富江？哦，哇，好难食啊！咖喱嘅辣味同苦瓜苦味互争风头，我记得啦，我记得啦，交唔到租，梗系佢话咩得闲俾啲意见佢啊嘛，系嘛，话食到反白眼，啊，而且切得唔系几好啊，苦光姐真系唔识做餸啊，想知声个咩事，话俾你听感想，味道真系独特，请将料切好，唔需要放苦瓜，你有试吃吗？呢个系最处啊，四好多人都拣四。你得罪包租婆是但啦，冇所谓。喺游戏入边，富江姐又食个咖喱，嗰、那个你有冇试食过？咖喱辣味同苦瓜苦味互争风流，我唔系好惯，我比较中意食普通嘅咖喱。啊，哇，加50喎！啊，咁每次都要食呢啲嘢，唉，之前咁样下爬轻轻，我而家讲唔系好掂，希望下次嘅料理可以好啲啦。啊！碧木村食咖喱鱼，系啊系啊系啊，就同我当时做餐厅嗰个经理逼嗰个阿伯食咖喱猪一样。本身个阿伯咧系食，你有少少搞错。个阿伯本身系好中意，我个客人啊，本身系好中意食咖喱鱼，系个经理逼佢食咖喱猪，跟住即刻唔想食啊，因为冇牙咬定点啊，总之佢唔中意食。哟，佢点样入嚟啊？呢度系冇染龟鸡笼，黑暗要我话俾你听，跟住咧要去东京地检署，全田咧等佢哋好耐。点解你跑过嚟啊？你打电话咪得咯，因为有啲唔好嘅预感。诶，如果你咁样俾人拉嘅话，呢次就系最后一次见到你。讲呢啲咁唔吉利嘅说话，反正如果俾人拉咗，都唔会同你讲爆料嘅，供你出嚟。你担心呢一点啫。系啊，如果你够胆讲，我会派杀手入去监狱度。你如果有嗰个本事，咁而家黑岩啊就唔会喺度点嚟点去啦。呢个只不过表面上嘅伪装。既然而家黑岩唔喺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怀疑我杀咗新局？警方有咩证据？你应该唔会唔知嘅。唔系，我真系唔知道。今次黑岩即系将情报话俾佢几个靓。最亲近嗰几个，唔知点解，原来系咁啊！你快去地检署报到啦。不过车费系自己俾啊！哈哈哈！我知道啦。你基亚食咖喱羊，咖喱羊几好食噶，唔差噶。羊煮得好食啊，好难。我喺美国有一间餐厅啊 ，L A。我次次嗰度咧一间扒房嚟，咁最贵咧就唔系牛扒，系羊。我次次都去食，超好食，完全唔臭。即系羊咧，边啲位最臭最骚咧？喺肥膏。但系咧，肥膏咧，如果煮得好食咧，又好好食噶喎。
即系冇即高手煮嘅煮落去咧，就完全不臭就会啊，好似淋淋地系嘛咁样，好正嘅，又有啲香味，有啲油脂嘅香味。但系一啲煮得唔好嘅餐厅咧，你食落去又会食嗰啲酥臭味，好难顶。我呢啲又好煮羊啊，好考师傅，同埋鱼都系一样嘅。出街食嗰啲蒸鱼咧，好好食嘅。啊，我屋企我屋企人蒸嗰啲，好似腥到黐筋，真系败，即系食两啖你觉得哇，好难顶。同埋腥呢一样嘢咧，每个人都敏感度系唔同啊。我之前睇过唔知咩林夕定咩，佢有一个专栏都有讲过，佢话。哇！哎、有啲人成日赞到啲鱼几正几正几正，但系咧佢又话佢真系唔，佢话真系食唔落。佢话咩腥臭无比，佢话真系顶唔到。即系有啲人对腥呢个敏感咧系好强嘅，即系试少少味都会觉得好难顶啊。啊咩条鱼流汗会唔会令到条鱼咸？有可能啊，可能冇。如果佢做多啲运动，可能冇咁腥。可能排咗毒或者点样排走毒素，身体好啊！喂，我 feel 到去再去嗰个的士站再触发剧情，应该会好鬼耐剧情，我一玩铺啲乜鬼嘢算数。同埋我啱啱讲嗰啲鱼咧，我次次同我阿妈讲话好腥，佢次次都话冇，完全唔腥，佢乱噏廿四。即系我系想讲呢样嘢系嗰个敏感度系唔同每个人，你知唔知啊？对呢样嘢，系你真系觉得声啊声咩啊？大哥呢个 chapter 好快完玩埋佢，真定假啊？我又惊一过去又噏一大堆 PowerPoint 啊 ，blah blah blah 咁啊。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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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为炸鱼就唔声都唔系啊。唔一定噶，首先唔新鲜嘅鱼咧就会腥，第二就系鱼嘅品质都好紧要嘅，即系有啲人咧就以为啊，好似我屋企有时佢个理论就系话啊呢条咩咩斑好正嘅咩咩几多钱，唔关系，唔系话佢一定系靓嘅鱼就唔腥，你煮得唔好嘅会，但系反而有啲 cheap 鱼咧，茶记食啲 cheap 鱼咩蒸咩。蒼魚啊，乜鬼嘢你都唔會食到咩腥味啊！お待ちしてました。等咗你好耐啦，八神先生。わざわざお出嚟。登出嚟迎接我啊！私の顔見せて。全田檢察官話要俾八神，因為睇到我而唔小心鬆懈話美人計。呢條友用呢啲咁嘅小墨奸招啊！八神君は今日。八神先生，今日點解會過嚟嘅？全田检察官唔系话想同我倾咩？依据谈判嘅结果，有可能会发逮捕令。我觉得真系唔轻松啊！点啊？要比喻嘅话，就好似开始一场集体私刑嘅感觉。喂喂，你讲咩？你要加油啊！佢都有份私刑。第一要咧，我带阿八神先生嚟，辛苦你啦。検事生まで，连检察长都喺度啊！どうぞ，请坐啊！なるほど，原来系咁啊！集体私刑啊！あんた方はみんな検事さん。各位咪全部都系检察官啊！八神先生，八神律师。你应该听黑岩刑警提过，揾你系为咗新谷律师嘅命案啦。喺呢一个唔系一个官方嘅场合，反正彼此都识，我哋倾下偈啊，倾偈啊。啊，冇办法讲出你想要嘅答案嘅噃。例如系我杀咗新谷之类，呢啲系特别冇可能。傻去讲呢啲，即刻 cut 咗佢出嚟。录音话你认个罪，况且立证原本就系检方嘅责任啊，疑点利益系归于被告，你凭咩怀疑我啊？新高律师过世嗰日夜晚，你做紧咩啊？八神律师用问题回答我嘅问题，会唔会太野蛮啊？案发当时，你有冇不在场嘅证据？
有间叫 KJ Art 嘅公司，成员主要系共礼会啊黑社会。案发当日，我喺附近同佢哋约头严屋见面。只要问佢哋，就可以确认我不在场嘅证据啊。咁呢个新高律师嘅尸体会出现你嘅事务所入边啊？你问我都唔知噶。揾凶手系你嘅责任嚟喎。所以我咪问你咯。好，到头来根本就唔听我解释。ちょっといいかな。可唔可以问个问题？森田检察长，请讲。八神先生，八神先生，你系咪偷睇咗新谷律师手机入边嘅通话履历啊？新谷先生过世之前曾经打过电话俾新药开发中心，得知呢件事嘅你即刻走去开发中心问木户同生野，点解要咁做？因为我想自己调查新谷点解会俾人杀啊？呢个系警察嘅工作，我冇办法将事情全部交俾检察官同警察。毕竟你哋成日系砌人生猪肉啊！而家我咪俾人拉咗咯，唔系咩？原来系咁啊！如果你认为凶手另有其人，你要唔要同我解释原因啊？替犯罪立证是检方的责任，即是传他的瓜鬼事。但是左边就是、我会试一下，右边我为此而来。解什么上下我说最串的一个咯。不过刑案立证是检察官的工作。如果来说明凶手是谁，你会不会找错人啊？你不要这么坚持呢，这里又不是正式的法庭。我好想听下八神先生嘅高见，斗埋呢份量好唔好啊？律政司，你而家系要求我啊？啊，点头啊？拜托你啦，咁我会试下嘅，低声蟹咪好咯。我以为新谷俾人杀嘅案件有个大前提啊。如各位所知，一年前发表过 ADDC9 呢个新药嘅论文，因为呢种药可以医疗老人痴呆症，于是受到非常大嘅期待。冇谂到开发呢种药嘅新药开发中心嘅相关人士喺半年前因为某件事俾人杀，但系呢件事就鲜为人知。开发中心嘅相关人士俾人杀咗边个？喂，有奖励嘅，阿边个？嗰个叫做死啦！肯定不是生嘢啦，护理师都不是咩端木亨啊，副所长端木亨啊，新药开发中心副所长端木亨，因为喺神室丁见到端木，好啦，同人口角之后就冧咗喺地下，佢俾人徒手殴打，送院之后三星期又不治，而家仲未揾到凶手。检方知唔知道呢件事？毕竟呢件事冇搞到好大嘅。话说回嚟，呢个叫端木嘅男人身份都唔单纯，唔单纯。佢帮关西大型建筑承包商美平做嘢嘅。美平有个包含新药开发中心嘅土地再开发计划，佢利用共礼会、黑社会，连口炉大臣都倾晒计噶啦，打好晒关系。冇谂到 ADDC 9嘅出现，令到计划毁于一旦，海底下受到好大嘅损失，损失金额高达1000亿秒啊！而对损失惨重嘅美平夸下开口，话自己一定可以毁掉 ADDC 9嘅人，就系端木。端木在神室丁遭到殴打之前，曾经和另一个开发中心的相关人士见面，在铺头入边同端木饮酒，就是这个和 ADDC9 关系密切的人。好了，同他饮酒的就是咩生野啊？全田检察官应该对他有印象，他是三年前开发中心发生的案的目击证人，他曾经出庭作证，表示看过生前被害人一个叫和久的人，我记得叫生野研究员，是啊，他都是 ADDC9 开发单位的领导人。端木认为 ADDC9 的论文是有些古怪，曾经拿这点逼问生野，所谓的问题是
而資料造假，藥物效果誇大不實，或者 ADDC 有。係一有人提議關閉新藥開發中心，木戶所長就突然間可以發表嘅嘢。端木認為時間太過夾硬啦，佢私底下周圍去調查。不過佢嘅行為睇嚟期待 ADDC 9帶嚟莫大利益嘅人眼入邊應該係好唔順超。所以端木在神室丁被人打死是谋杀来的。唉，好了，原来不是单止我一个这样认为，你都这样想，全田检察官。啊，这样来，各位不觉得 ADDC9 其实有着非常黑暗的内幕吗？好了，关于 ADDC9 的说明到此为止，正玉是好啊，你翻翻去新谷呢单案啦。新谷死之前都打电话俾新药开发中心，试图接触一个人，话唔定佢嘅行为都刺激咗某个隐藏喺 ADDC 9黑暗入边嘅人，因此佢同端木一样，佢当成搞事嘅人，即刻俾人怼冧。我想讲嘅系。有啊，某个想保护 ADDC 9的人喺度清除紧所有阻碍嘅对象。如果检方冇可能冇评估呢个可能性嘅话，应该喺逮捕我之前，仲有其他该做嘅事啊。系咪啊，全田？如果即使系咁，你都系想拉我嘅话，就话俾佢听你嘅根据啊，你要足够嘅人手噶。你讲呢啲好有趣，非常令人感兴趣。有啲连我哋都唔知道嘅情报，你调查得好仔细啊！有必要噶，我手上嘅情报可以全部俾你。对手可以受到世间热烈支持，阿昂炸自己系 ADDC 九，一介侦探要查佢黑暗面实在太难啦。如果对手唔系全田检察官，而系你。或者可以合作愉快。你不要太串啊，八神。不好意思，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喂？原来是这样啊。嗯，辛苦你了，再见。老实讲啊，我已经同法院申请逮捕新谷律师命案凶手嘅传票嘅，即系讲完仲想拉我。啱啱电话通知就系我已经通过申请嘅啦，即系过桥抽板。讲咁多仲要拉我？佢拉嘅人唔系你，啊？你都是发挥了你的小小用处的，在协助破案这方面，即是他阴我、挫我料。八神，你听住啦，杀了新谷的人是神室丁的警署灵部。咩话？在尸体上找到子弹，在灵部手枪发出来，不会错。佢就系新谷命案嘅凶手。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睇啊！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日月两团圆，食多啲月饼啊，食多啲好餸，睇个靓月亮。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睇，系咁先啦。晚安。